荒唐离奇的疾病，妈妈一时想不通。他穿短裤，一半以下都是血水，子宫颈有一个3公分的撕裂伤。男医师知道，就是有东西啦。他那时候就是经常觉得腰酸背痛，后来才发现因为骨头被吃掉，他才被说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。他那个小孩子也是烧烫伤，吹风机前面的那个网子，出风口在这里，就井字形的颜色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